这草绝对比前两天来要又深一点了，每天都在变这树林子。但上次来树上没绿，没这么绿啊？对，没那么绿。咱俩穿越了700多公里，不，咱们加一起1000多公里。对呀、啊，千里送娃。对，千里送板鸭。这里边就有鱼啊，有，就这里就能捞。你看，嘿，你瞧它这么大，你在呼唤我们吗？哎呀呀呀呀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呀，何老师呀，欢迎来到蘑菇屋啊，欢迎来到我们家。这已经被我们占领了。蘑菇屋新换了2个蘑菇，就不出来迎接客人吗？也对啊。太逗了，沙老师，这你们俩到了这一季就成立了。不是何老师，乍一看我以为是一心跟鹏鹏呢。长大了的一模一样是吧？长得一模一样。屋里坐吧，休息一会儿。一叫一心他就来，你知道吗？把包先放屋。哎呀，俩还张罗包先放屋。张罗包好啊，把包放屋来，进来坐吧。哎呀，王老师，我就先做饭了。啊，你做饭了？我做点下午的小吃。还给张罗。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谢谢您啊，这位男主人。先坐，休息。我的妈呀！包先放下。来，我给你烧水啊！我给你烧水。哎，我的天哪！啊，你已经做上饭了哈。啊。你做什么呀？江水鱼儿。知道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就是弄的面的那个东西。对你歇着，你和何老师进屋歇着。你们先坐着。待遇也不让我做饭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对呀、啊，我把炉子先烧了。已经都开始，这火都升上了。不是我，你们在这太紧张了，去。对，去。我俩把这炉子点上，你俩先进屋客厅休息休息。那咱就待着，有点热、啊。对，但脱了有点冷，我换个薄的外套。我试试看穿短袖。冷不行，还是凉。是吗？嗯。脱了就凉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妈！我再不出来不行，吓死我了！我的妈！哎，弹出来的怎么什么？我们都来半天了，是不是、啊？我们都快录完了这集啊！哎，我觉得吧，咱是不是应该整一下他们俩最后一季了？咱也最后一次来了，没了这节目，咋整啊？然后咱呢就派一个人呢，真的在他后面来，然后藏起一个吓唬他们。我看那儿有个柜子，那里头樟脑味儿能，咱能待1分钟吗？哪个柜子？我看这樟脑味儿，咱能待一分钟。那这样吧，我进那柜子。行。真的，就把我搁这里。这不就是家吗？你能待一天？我能在这里待一天？啊，还给点喝的。你要在里头不行了，你就拍鼓给我信号，你就给我信号啊。行。里面要不要装一个 GoPro 啊？好的。变成密室逃脱节目了啊。化妆不？现在。要不要画点黑眼圈啊？化成鬼呀、啊。谁也不许笑，要不然我白藏了。绝对笑不了啊！然后他们问丹姐呢，没来，一直没。你怎么说？你们俩怎么说？想一个回答。不用想，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好像我听见有说话声。对，我去看一眼啊。那我上这屋了啊。要是谁说一声。好。是吗，一哥？不是。啊，没人是吗？没人。嗨，为什么我们要吓人呢？他们俩怎么这么懒呢？他们是主人就不来，现在我们是主人。哎，你会做饭啊？我之前在节目里学了一个什么面，对，吃简单的今天。对，要不然这节目光做饭也没、哎、来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有个人抱着狗。是，快进去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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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。丹姐，工作人员。虚惊一场，虚惊一场。能不能行，你俩？咱这是吓他们还是吓自己呀、啊？到底，他们不会从这边进来吧？背上我的书包。好像我听见有说话声。回家真好，我就看见了，我就看见了。来，快藏起来。还给张了，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先坐，先坐，休息休息，坐，休息休息，包先放下。啊，我给你烧水啊，我给你烧水。哎，我的天哪！咱得让丹姐待多久啊？其实刚才是可以出来了。对啊，她自己不想出来。那怎么办呀？你是不是得去稍微支援一下？要不然真的在里头就一直窝着了。看起来也是一样，我就睡这边边正好。你睡这边边，那我挨着你呗，还是你挨，还是原来的老规矩啊？嗯嗯。我俩呀，啊，我俩打算那什么，我俩打算就在外头打地铺了。别呀、啊，不，让你俩好好睡。别呀、啊，那还有一屋呢。我们还有一屋呢。对呀、啊，还一个屋。你们来这个，你就把猪扛出来了，占地儿了，是不是？你啥时候出来呀、啊？人刚才都在这儿呢。哎，再给引过来，给引过来，再给引过来，离我近点。一个，可以，再进去就出来。你叫他来，你把他俩叫客厅里，肯定能出来的。哎，狗，狗，哦，你俩干嘛呢？没事，我俩没事。嗯，不是，他俩有事。我去烧水，他俩有事。烧水，他俩有事。哎，不是，他俩肯定有事。我做饭呢。这啥呀？这稀碎啊，这整稀碎、啊。你俩干啥呢？没有，我烧水。我说我把炉子点上，让他，我说把水烧了。你们在这太紧张了，去。对，我俩把这炉子点上，你俩先进入客厅休息休息。有点热啊。对，我试试看穿短袖。冷，不行，还是凉。是吗？嗯。脱了就凉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妈！我再不出来不行，吓死我了！我的妈！我的妈呀！我的妈！好硬啊！真的真的吓着你们了吗？不吓着我了。你知道我在点的吗？我是在后面，我以为柜子垮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刚脱到这，我就哎呦！我正在这准备换个衣服，他从柜子里蹦出一人，还啊！你是不是把自己也吓了一跳？我觉得你刚才也有点吓着自己。哎呦，我特别想吓唬你们一下，但是我们想不出更好的招治你们。热不热？能在里边吗？不热，特舒服，真的。能在这里待一天。不是，他俩特别明显，他们俩特别像是有点啥事儿、啊，神神鬼鬼的，当不了啥坏人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我们要吓人呢？何老师，孩子们都走了是吧？对，没人呢。还好你们还在呢，对不对？哎，想我了没呀？想。太假了。真想，真想。我好了。